没有中间，应该的。他怎么着了？你说怎么着？操你妈！你别听他！怎么着？开枪！来报警后，我们迅速出警。这个询问这个情况，并且调集这个录像，用那个消防锤把那个前面那个玻璃，打坏了。旁边这个侦查工作，司机呢应该也要做最大努力，及时发现，及时报警，然后把这个人控制。